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狼。我在大陆现在当交换学生，来这边的几个月啊，我发现两边的媒体都很喜欢制造对立，造成像我这种在当地身份比较特殊的人，需要花更多时间来解释一些错误的观念。举例来说，大陆人会问我说：“哎，嫁去台湾的女生是不是都会被欺负啊？”然后台湾人会问我说：“哎，大陆是不是真的会挖器官啊？”这种我真的是解释到不想再解释的问题，层出不穷的一直来问我，所以我今天要冒着被警察抓走的风险，在我身上挂上这个牌子，我来自台湾，给个拥抱吧，来证明一下大陆人的友善以及台湾人的热情。Let's go！ 我们来看今天会有几个人来找我哦，好，希望我不要被抓走，好。人员找哪一行？那个的。哎，你好，你好，不能在这是吗？啊，好，我知道。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好。呼，我还是回来了。不过呢，可惜的是，我还是被城管赶走了。对，但是他们态度我觉得也很好，所以我也很尊重他们。如果继续待在那边就太白目了。跟大家说一下我刚刚的感受好了。我觉得戴上眼罩的那一刻啊，你心里就会产生害怕。对，你会怕，就是不知道到底有什么东西会过来，可能会攻击你，或是吃你豆腐，你不一定。对，然后一直到有人抱你的那一刻，发自内心的感到快乐，你会觉得哇，好温暖哦，你会不想要松手。其实啊，我原本就知道，就是这边的人相对起来比较保守一点，所以我才会戴上眼罩，增加路人的自信心，因为我看不到他们嘛。好啦，我觉得这结果让我已经很感动了，虽然我才站短短的八分钟，
但是收到的拥抱比我想象的还多上很多很多。那我也很谢谢那些给我拥抱的人。在这边当然也要告诉大家，就是不要再相信自己媒体所传播的东西，常常那些东西都是夸大而且放大缺点。其实两边的人都比两边的媒体所描述的还要友善很多，所以希望假设你接触到不管是大陆人还是台湾人，希望你不要再用刻板的印象去先入为主的对待他们，好吗？最后想跟大家说，这个活动其实我也策划了很久，我也是评估了很多事情，因有身边的朋友的支持之后，我才敢做这件事情。所以呢，在这个时代，按赞只是一种礼貌。如果你真的喜欢这则影片的话，请帮我分享出去吧。Love and peace， 拜拜。